早安。啊，现在外面在下雨，好险我们家有备吃的肉粽，来做早餐给就是老公的吧。好，你赶快去你的。大萝卜，这是我老公爱吃的。听说张顺浩也是来的。在家里腌的那个猪肉，早上用的肉才三明治，比如果多买。放上去。这是我妈从那个法国买回来的芥末籽，我抹一点在我的吐司上面，应该是不错吃。放点这种花花。这个甜就是那种甜瓜，我觉得这个甜瓜很好吃。放点，完成，先把门切吧。吃早餐喽。
饼子，哇！早餐阿梅青麦片，阿梅青麦片，阿梅青麦片，很好。阿梅很喜欢吃麦片。哇，你刚刚看起来你以为你在卖三明治啊？这家吃三明治都不能随便。真的。啊，太快了！我跟你讲个蛋黄。最后我们早午餐店就比照办理。然后去死的话，直接龙爷倒下去，是啊。你不是啊，好配音，头好乱，刚睡起来。我外面雨下好大哦，有听到吗？滴滴答答的。哦，你的是那个加那个甜瓜。嗯。哦，我好喜欢吃那个甜瓜了。大家应该听不到阿鱼在房间大吼大叫。真的吗？听得到吗？他喜欢在房间自己玩，然后自己就是对话，然后都会自己在跟谁说话。恐怖片都是这样开始的。对啊。这没有办法，那种家里如果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，都是一个小孩，他阿妹还没出现，阿妹现在还不太能跟他玩的时候，他就会跟男人在那啪噗啪，跟叫的对。他阿 U 一个人就可以玩得开心了，他就是这样过来的。生一个小孩子真的，我觉得小孩子一个人真的太可怜了。妹妹，你躲在这干嘛？他要上去哥哥的宝座，因为那边有鱼可以看。嗯，你呢？面包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包，包，你最近都很凉爽哦，穿这样，很舒服。哎，妈妈回来，来呀，奶奶，奶奶。过来吃吃嘛，过来吃东西好不好？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？跟大家摸你。没有嗨嘞，没有。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跟大家嗨？嗯。他会关掉的时候跟大家说嗨。对，他等关掉才嗨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嗨吗？嗨。昨天我们去吃宵夜，然后那个朋友看阿妹吃面，好疗愈哦，他会当你素。他说怎么这么厉害？他超会吃面的，阿妹超会吃面的，然后看他吃东西真的超级疗愈。看他吃东西都觉得东西很好吃，而且他我那个。我们朋友是那个发型师，然后他说他的客人有看我们的 YouTube， 他说阿妹好可爱、啊，我说他们家 Yuna 怎么那么可爱、啊？真的。真的。然后客人都有看过我们家的那个频道。说你他不要说出怪声音。今天估计是出不了门的。嗯，希望明天好天气，我们可以摆三明治，好不好？超可以啊，明天好天气。对啊。希望呢，大家明天可以来吃我们的三明治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打雷闪电下大雨的话，就不要来。好啦，拜拜，我们的早餐约会到这里喽。